大家好，我是专搞压接设备的小王，这是我们做的一个伺服机，我们最大的吨位可以做到35吨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些端子就是我们压接的一个样品。我们这台机器呢，从10平方的端子到150平方的端子，我们都可以做，都可以处理，都可以压接。我现在给大家做一下压接的演示。这个是10平方的端子，10平方的线，我们点一下10平方，然后点一下这个调用，它这边就会出现个10平方，我们就放压就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拿到的是16平方的端子，然后点一下这16平方，点一下调用，然后看一下这个16平方，就放下压就好了。现在看到了25平方的线径，端子也是25平方的，一样的，我们要调用一下，25平方上去直接压。这是35平方的，调用35平方的程序，直接上去压。我们现在拿到这个端子呢是50平方的，也是调用，然后出现50平方的参数，上去直接压就好了，很正常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很方便的去压接不同型号的端子，这是70平方的。有用，好，这一款是95平方，调用95平方的程序，再上去压95平方的，120平方，调用120平方，压，这个120平方的。